你说看谁能把你这个壳拿下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会把你这个壳拿下来。我对你的东西了解太多了。你说嫌我桃园的公司太小了，一两千坪都太小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找大一点。我5月5号6点在运动场等你，不要不来。来，大家好哈，来今天呢开箱这个勾二的身份。接下来大家引颈期盼的我这一部片上片哦，来大家把它分享出去，全部分享出去啊。慢慢的我再来讲一下他过去的一些大家想知道的事情啊。为什么他要戴一个面具啊？不能让人家知道，所以他要戴一个面具。这个勾二叫。82年是的，2015年哦，从我们云林的，我云林党，从云林科大毕业，就考上银行。2017年呢，用这银行行员的身份哦，开始上节目。那他也在一些台中的舞团呢，也实写曲就对了哦。再第二个就是说哈，2017年他成立的这个资本额50万，公司设在中山区台北市。这勾二基本上你的公司，包括你住的地方，包括你的真实身份，包括你背后是谁，我都了解很清楚了，连你住的地方我都知道。画面上这个就是勾二的本人啊。你说看谁能把你这个壳拿下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会把你这个壳拿下来。我对你的东西了解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，台东的事情，还有一些台中的事情啊。你做过什么工作？啊，在赚什么钱？慢慢的，我会上片给大家知道，好不好？我也欢迎非常多他让你们受到委屈的朋友，全部都来私讯我，来帮你们发声，好不好？你说嫌我桃园的公司太小了，一两千坪都太小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找大一点。我5月5号6点在运动场等你，不要不来，我一定等你来辩论，不见不散啊！下午6点，我可以等你等到8点，我一定等到你来。啊，我一个人到，我绝对一个人到。OK， 伊今仔日来家做工，独身来家上班，大家拢人借钱，啊人借钱拢无甲人清楚，就是因为行为不检，主管就把他洗头了来解雇啦，所以伊咧侠怨报复，你了解无？咧不投罪啦。小弟话有提到说，这个五月第一个礼拜嘛，第一礼拜讲要见面嘛，我时间我给你。5月5号下午6点，来针对刚刚哦新闻有提到哦我的一个之前呢、啊、哦我的一个外包的一个小员工哦小工读生，我在新闻讲说他没有领到这个很多的薪水，讲无那是做错的啦哦，啊讲现主席讲哦，我无上礼物的颁奖就对了哦，啊无要紧，等下我现主席哦，我直接。直接等一下，直接啊、哦，直接打给几个、哦、我们这边有收到的一些客人，当场视讯啊，当场视讯啊、哦。我先讲第一个重点，这一个员工啊，外聘这个小工读生，他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你敢知下面经验？一见面哦，这是我听人讲的啦，迄、那个早囡仔听讲未满18岁，听讲哦，嘿啦，后壁咧，医生讲吼，巴肚就大啊。啊大以后，后壁敢若无当课，无当课，买手见面呐。这个早囡仔后壁若找无伊，抓这个囡仔，哦，这个早囡仔抓来伊囝，抓等于阿妈迄部分阿妈课，抓早去卡拉 OK 里上班。这是我听到的，哦，这是我听到的，人转述给我听的。买手后壁，伊第一点无接无啉，无去把这个早囡仔照顾。我就一定起摸真歹啊，因为人有来找到公司来。第二个重点啦，伊今仔日来家做工，独身来家上班，甲主管爷爷吼，包括现主席 QB， 包括遮阮司机阿瑶，全部阮遮做者同事同仁的对啊，大家拢人借钱，啊人借钱拢无甲人清楚。买手后壁主管发薪水的时候，当然一定是来，你有欠项的，你先甲人清楚，后壁才领到遮。无靠可能一个工读生有法度，对无啊？才领几千块啊？因为你有差人，你有预支嘛，你有当借嘛，借就爱还嘛，敢无影？对无？你当员工借的东西就爱还，就是因为行为不检啊，行为不检啊，买手后壁主管就把他洗头来解雇啦。所以咧，侠怨报复，你了解无？咧不投罪啦。我即卖我先靠其中几个，其中几个有收到礼物的，收到礼品的一挂观众朋友、哦、
我看你直播的期间，我收过好几种礼物，其中包括发财金，然后手表，然后还有电动机车，跟健康食品都有。是是，对。小弟话有提到说，这个五月第一个礼拜嘛，第一礼拜讲要见面嘛，我时间我给你5月5号下晡6点，哦，啊，你直接跟我的经纪人布丁联络就可以了，哦，跟我的经纪人布丁直接联络，哦，你们直接联络，哦，那就约在我桃园的公司啊，公司很大，哦，公司很大，直接约在我桃园公司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那这边的话，原则上我们就5月5号的哦6点集合，好不好？那两边的网友哦，我会请我这边的网友哦，不能再去给人家哦乱留言哦，啊，你们这边网友你们自己也要克制